小哥哥啊，超大，是让你看你啊，小胖，你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得跟爸爸一样那么大？对呀、啊，哎，来了，好久不见，是你好久没有来了、啊，是。啊，第二个来前面这里坐。他坐这个树底下。他坐这里。背对着我们不大好。面向我们才好。可以动了。那你按一下红色的点，看一下。都把它过来，全部挤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两个老婆，全部挤过来。他不是就是一个爸爸，然后他有两个老婆，对，然后生了也两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觉得他刚生两，黑心讲话比较重，对，就讲比较重，因为他要跳到他跳下来，他有两个，跳到地下，突然跳下来了，对，跳地呀，当跳板。对，跟老公学啊，老公站着，妈妈不敢坐着。